众生万物皆有情，莫让目伤了心，将心来比心，守大地护森林，地球更美丽，吃素张扬慈悲心。吃素好，精神好，营养有活力，有健康有体力，为梦想打拼，有智慧有欢喜，人生放光明，舒适翻转新生命。Hello， 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今天主持郑翔，这是我的伙伴。大家晚上好，我是凯琳。欢迎大家来看今晚由中二协办的舒服星期六 Rest the day。 哎，凯琳师姐，听说今晚的节目很丰富嘞，我们有雅琳师姐煮的素汤，也有我们辛迪师姐来分享她的吃素的心理路程。对呀，我们还有我们的伟平师兄的故事分享，还有呢今晚的压轴是整玉师兄还有美珍师姐的自弹自唱。好，我们就先邀请我们的雅琳师姐跟她的助手米燕师姐来介绍她的那个素汤。雅琳师姐，听说你今晚要介绍一道非常好喝的汤，是什么汤呢？我今天要介绍这一道汤，不止好喝，而且还可以消除疲劳，而且还可以降改善三高控血糖。哦，那个汤这么棒，是什么汤呢？这套汤是老少适宜的四神汤。哦，四神汤也跟我们慈济一样的四神汤一样吗？对的，我们就是知足、感恩、善解、包容啊。对，那你是否要来介绍一下那些材料呢？哦，我们这道汤里面有薏米、莲子、芡实，这个是茯苓，这个是川穹、当归，这个是淮山，这个已经是切好的，这个是干的淮山，这个是猴头菇，这个是薏米。那雅莲师姐，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四神汤会加这个川光跟那个川穹跟那个当归呢？哦，因为是为了那增加那的香味，而且我还泡了那个白米酒。哦，这就是它的好处，对，提鲜，还有它的芬香的味道。啊，哦 ，OK。那我想知道一下，这个为什么没有看过在很少在巴萨看到这个淮山呢？哦，这道汤在巴萨的时候，就是那个胖胖肥肥的，是日本的，还是那瘦的一条中国的，这个很少看到嘞。这个是不是通常是有，不是每个地方都会有，因为它可以也可以很好的收藏，它就是说你买新鲜的它会很容易坏掉，这个可以收藏久一点。哦 ,OK,OK,、okay, 这个就是不常见哦，就是你知道说大致上哪里都可以买得到呢？不是有一些地方，如果有些是超市或者是巴萨，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哦 ，OK， 很好，我就会留意一下。假如以后有呢，我就买来收藏，也买来煮汤。好。那好，想要问一下，今天你是用怎么样的方法来煮这道汤呢？哦，我通常哦，除了这道汤可以用电饭锅或者是可以用焖烧锅，我今天是用焖烧锅来煮这道汤。我可以有跟你分享一下，就是茯苓和这个薏仁哦，可以改善尿酸啊，对，然后就是淮山跟莲子跟芡实可以健脾，让我们脾胃变好。哦，太好了，太棒了，因为我的脾胃近来不是很好，因为就是说有一餐没一餐，因为工作太忙了。哇，这道汤我一定要学会。对，这道汤太适合你喝了。OK， 太棒了。这样 OK， 焖砂锅，今天你是用焖砂锅，焖砂锅有什么好处呢？焖砂锅当我们煮好的时候，我们把它放在锅里面，对不对？它不断可以把食物暖化，而且还可以保温。嗯，这样很好啊。
这样我也是有时用这个焖砂锅吧，我没有煮过这个四神汤，所以今天要跟你好好的学习。就是早上的时候我们就把东西放进去，然后我就去做工，回来的时候还能保温哦，对吗？对。然后这道汤可以一个星期我们可以喝两次，因为这个可以减轻我们在我们工作上如果很疲劳，就会减轻你的疲劳。哦，太棒了，怪不得我看雅莲师姐越喝越年轻，那我要好好的好好的跟你学习哦。我们都每天都来吃这道汤哦。OK， 来，现在我的水滚了。OK， 我们可以先把薏米放进去。OK， 把薏米加进去。对。那分量应该要多少呢？这个分量在那个食谱里面我都有写得很清楚。OK， 这个是莲子。OK， 那莲子呢，就是说这个是有皮的，那我们有时用买那种已经没有皮的可以吗？一样的吧，这个是香莲，它个是那个是白色的白香莲。OK， 然后这个是芡实。刚才你可以重复一下吗？芡实有什么好的作用呢？芡实就是跟那个淮山跟那个莲子有补脾胃的作用，可以让你的脾胃变好。太好了。这个是茯苓。所以我们加的时候是不是要跟着程序一样一样的加下去呢？我们就先把这四样东西先煮，而且这个是干的淮山。也加进去哈。然后我们就把它开中火煮20分钟。那讲到说20分钟后呢，那你就20分钟过后我们才加新鲜的那个淮山跟薏米。还有这个呢，金菇肉要这个等多了10分钟，我们把淮山跟薏米再煮过先，才加金菇肉。我们因为莲子跟那个芡实跟莲子它会有苦涩味，加了那个猴头菇，它就会去那个苦涩味。我很期待这道汤，希望能早一点喝对，这道汤是真的对我们很好，所以我们要多煮来喝。还有这个砖琼跟那个当归，当我们一切煮好的时候，准备上桌的时候，我们才加进去，然后再加点盐巴调味就可以了。这样它会提鲜，刚才你所说的它有那个提鲜的味道，还有那个香气，再加一点盐巴，这调那个甜度上来是吗？对，这道汤就是有时连小孩子都很适合，因为它可以让小孩子的脾胃好，他会多吃点，容易吃多吃多一点饭咯。那么有时小孩子不喜欢没有胃口吃饭，也可以多煮这道汤给他们。这样我可以吗？因为我的身材是已经像一点痕，那我可以多这种汤吗？应该是没问题，因为这个就让你的精神好一点，没有那么疲劳，你可以多试试看。现在我们已经让它滚了，对不对？我们就开中火。让它滚，然后开中火，大概滚20分钟，然后等它过后，我们才加那些食材进去。现在是否还可以加这个淮山？这个要给他们煮20分钟先。这边有一道是我们已经煮好的四神汤。雅莲师姐，我忘了刚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淮山有时，我去弄一下我的手会很痒嘞，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有那个免疫力嘛。所以你用那个稍微用点盐水洗一下，就会去掉那个黏的瘙痒。今天真的很感恩雅莲师姐，跟你学了这道汤，还会学到说怎么样保护我的手不会这么的痒，
在准备这个淮山的时候，这样以后我就会跟你多多学习，一个礼拜喝两次，要跟你一样养颜美丽。我们要多喝这道汤 ，OK？ OK。啊，我们就是要多喝，也是要就是我们的四神汤，就是知足、感恩、善解、包容。也希望大家能会喜欢这道汤，欢迎大家来尝试一下煮这道又营养又美味的四神汤，感恩大家。接下来的环节是见证分享，听我细述。那今晚为我们分享由荤转素的是我们的辛蒂师姐，欢迎辛蒂师姐。大家晚上好，我是辛蒂。辛蒂师姐你好，晚上好。请问您已经如数几年呢？四年多了。四年多了，好的。那请问师姐，是什么因素让你下定决心决定如数呢？其实我在十多年前只是在初一十五或者是佛诞才吃素。那讲回几年六年前左右，因为我动了一个颈项的手术，这颈项手术是在我前面这里一个疤痕，这样开着这条一条线。对，那之后的后遗症就是时常颈会很僵硬，跟肩很僵硬，导致我头一直时常痛。那这个困扰了我很久，却还没有解决。那一年多后，医生又发现我另外一段还又是有这个又在被压到神经线，对，所以又叫我心里要准备，可能又要动手术。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真的很伤心，人也觉得，当把心静下来的时候，自己觉得，这可能是业力病吧，为什么一直在动手术？那之后就告诉，刚好当时我已经刚刚进入慈济，那上人时常在说尊重生命爱，那我就下决心说，我就不要再跟这些有情的众生再结恶缘了，我就开始如数。那我的如数第一样东西就是不吃鸡肉，这样。好的，师姐，那你可以分享吗？就是你当你一开始尝试如数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吗？OK， 其实我觉得说之前在这个我为什么也会想到要如数啦，是因为当我就被压到第二条界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有一天我就可能在半睡半醒之中，我就突然间想到有一个情景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就是看到一只鸡被杀的时候，那血就慢慢在滴到最后哈，就慢慢挣扎而死掉，就让我觉得说真的不可以再等，我一定要如数。就是这个的原因导致我下来，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如数咯。刚才你问我为什么我什么障碍啊？对，其实我还蛮感恩，因为我在这四五个月里面，当时的四五个月我就全素了。那是因为对我很感恩，我家的姐姐当她听到我要如数的时候，她很用心，她就去打电话给我马来西亚的一个二姐，是常素的，就慢慢的去问她如何煮一个好吃的素食。连也是她也会打给我堂姐，也是吃素的。那看到慈济的师姐们来，他有时也会问他们如何煮好吃的素食，就因为他这样在煮好吃的素食，所以若是家里在煮素食的时候，那我家师兄跟姐姐也跟着我吃。哇，真好。那对，那我家就有家人的支持。对，只有时女儿回来跟孙子就没有办法，就要煮一点荤的给小孩吃。对，
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嗯哼哼，好的。那师姐，请问您就是说，因为你是做生意的嘛，对吗？我们大家都知道您是做生意的，那你在做生意肯定要应酬的。那你吃素，那你应该您有什么挑战吗？会有什么问题吗？比如说你要跟客户应酬的时候，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我就分两点来讲，比如说这个我要请的这个客户。是我请客的话，那我就会去找一些比较好吃的餐馆，去请他们，让他们去品尝原来素食是这样好吃的。对啊，不是他们很好吃的，对。对，有人那若是有一些是朋友或者是人家请我的话，那因为我们就不要给人家起烦恼嘛，哈。那我们就方便素那。当他们在叫的时候，有时我看到，哎，他们所叫的没有素食，我就跟他亲切说，请你可以叫一道，可能炒饭啊，素炒饭还是醋炒面给我吃。那久而久之，身边的朋友也知道，哦，原来我吃素了。那有时他们还当他们邀邀约我吃饭的时候，他们就会讲，哎，那天你带我们去那间好吃的素食，我们就去那边吃吧。哦，这组实际是你很成功哎，你已经开始影响你身边的朋友，对，还有你的生意伙伴，对，你真棒。很感恩。那师弟师姐，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想知道哦，您吃素之后呢，有什么改变，有什么变化？比如说在你的健康方面啊，或者在你的情绪方面。OK。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好。那因为之前我都有三高嘛哈，连根时常头痛。那自从我如素后，我每年有做那身体检查，那我的那个以前是很担心拿检查报告的时候都很多红色的，那现在就慢慢的全部进步了很多。那这个是关于身体，也时常以前有一段时间在下午的时候我就开始人很累，连无法集中那个精神。那现在呢，我5点多起来熏法香，那到晚上8点我还是精神很饱满的，所以现在还是精神奕奕。对，所以这个就是在健康方面给我很大，对，也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那情绪方面呢，我是一个非常紧张跟急性子，人有时也很容易就会发脾气。那自从吃了素食后，我的脾气也不会这样容易的发。还有一个，我觉得吃素哈，还能可以启发我们的慈悲心。因为有时看到有人在吃那个鸡扒啊、猪扒啊，半生熟的哈，他们在吃血淋淋的出来的时候，我的就很觉得很不舍，因为就会觉得那些动物也是有血有肉，跟人类都一样的，而他们这样的被杀，当时一定很怕，很痛，所以就很不舍他们被杀的那种感觉咯，所以一直鼓励人家就不吃，少吃肉了。对，因为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人类一样的哈。还有呢，就是说，除了自己吃素呢，我就会一直劝身边的人一定要如素。若是你们找回健康的身体呢，你们要多如素，不要再跟这些有情的众生再结而缘吧。对。好，非常感恩师姐今天的分享，感恩师姐，感恩。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的上人说故事。人啊，万物此灵，我们人啊，都说定能胜天，什么事都可以制造得出来。既是这样，为什么不会去
什么物命都要庇护着它，因为呢，人心本性是善，既是善良的本性啊，应该要维护天下有生之物。我们呢，人人要有共生心，跟天地万物共生心，珍惜它，爱护它，它们也贡献给人类很满足的生活，五谷杂粮，顺着四季啊，这种四大地水阳光等等，在季节里啊，顺调的，很自然都可以呢，供应给我们生物类啊，可以互相的生活。他们呢，一物衍生的一物啦，那一物养生的一物，这都是呢彼此互动的。但是互生，我们要互爱。人类如何来庇护着？只要人有爱心，呵护的生命啊，都会有好报。在冥冥之中，因缘果报中都会有。就如在佛经里的古代史啊，也有古人说的故事，为了要让人人更能明因呐、是果，明白这个因，认识这个果报，所以他们就会用人的生态来辟易的算因明果了。所以呢，有了这么样的故事。园外呢，拥有很多的田地。有一次，他开启了一本厚厚的簿子，清点到的这个佃农，他要去收租税。进入了村庄里，佃农要迎接这一位老板，要抓仅有的这一只鸡杀了来请客。这一位员外呢，看到了佃农要去掠鸡了，这一只鸡呢很惊慌，到处跑，叫出了那一份悲凄的声音。员外呢，看了这一只母鸡，心中升起了一念误人之心，他就说：“不要抓它，不要杀它，天有好生之德，不忍心吃它的肉，你就简单呐、白米饭呐、青菜啦，我就很满足，知道你的诚意啦。”这一只鸡跑啊跑啊，叫啊叫啊，就如同被放生了。这一位富有人家被请了一顿饭，在出来的时候，看到这一只母鸡啦，是在一个
阿弥陀佛。啊，原来呢，这个鸡寿内底有一粒一粒的卵啦。员外松了一口气，好在动了这一念，留了这一只母鸡，还可以照顾着一只小卵嘛，很开心。电龙要送他离开，他就说：“这回的租金你可以免交啦，好好的疼惜这个生物啦。”这一念善良传给了这位电龙，这位电龙呢感受到了恩赐，他就发心立愿，好好的敬龙，好好呢听受了一切的新闻，所以呢再也不会杀生，疼惜牛吃跟牲畜，这都是呢起了一念心。有一回啦，下回动乱，兵荒马乱，军队本来啊要对这一个家该抄家啦，可是呢看到了这样的一位很虔诚的佛教徒，在佛前呐、虔诚的诵经啊。这一队的兵马来到了他们的家门前，一群的马啦很自然的停下来静下来，骑在马匹上的军队突然间啊也跟了静下来，这一静下来呢听了诵经的声音，很近很近，佛号经声传出来，一句一句的传，人们的心啊就静了啦。听到了，在上盖上，七载就很自然啦，忏悔，干不了，尽嘴的道理。在这一波兵荒马乱就停息了啦，这些军队就这样很自然的人人放下了兵器，做工的做工，做农的做农，从商的从商，各就各的谋生的方向，让整个社会啦平安啦。所以呢，慈悲为导航，让那迷失方向的回归啦，静下来想一想，那慈心悲念啊，社会如何才能安定又幸福，为人间造福祉，这就是慈心。看看那人间疾苦，起来一念的心去付出，那就是悲念，念人苦疾苦，看到别人的苦啊，就是想到我们没有去帮助他，也许这样的苦会延伸到自己的身边来，也说不定，
总而言之啦，用慈悲为导航，不要让人人迷失方向。我们呢，要清醒，这不只是知啊认识，还要呢身体力行，带动呢聚散这一份的爱啦，就不要限量，能做人人付出，人人做，这才是呢人生的正确方向。好，感恩上人的开示。哎，伟平师兄啊，原来一份善念可以有那么多的那么大的效益耶。对啊，我在小的时候懵懵懂懂，也是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帮助我的神神在追。不过那个时候呢，又不是一只鸡，我那个时候因为养，他养很多鸡，所以呢，在抓的时候呢，并没有那么困难。哦，慢慢的走啊，静静慢慢慢慢慢这样，手一抓就很容易抓到了。好了，讲回上人啊，可以看到他的知识非常的渊博哦，从以前讲天文、讲地理、哦医学，他有很多。很多医生在供给他这些医学的知识，还有什么呢？很多很多，好像几乎都难不倒他。今天的这一则领带里边，他讲的是生态学。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根本都不知道什么是生态学，到大学的时候呢，才懂得什么是生态。啊，在上人的开示里边有提到。所有的生物其实都是互相依赖的，啊，互相关联，有关联，称为生物链。那么呢，缺一不可，啊，缺少了其中一个，就会带来许多的灾害。那么人作为生物链里边的最高级的那一个生物，其实是应该。对于这些生物，哦，多加疼惜，对这些生物都有这个照顾的那个啊力量在那边的。可是呢，因为欲望无穷，哦，砍伐树木啊，等等等等，造成气候的变化。这一次的疫情，上人给我们开了一个灵方。妙药，今天我们聚在这里，就是因为这个灵方妙药，哦，推书、赐书，哦，我们相聚在这里，我们三念共聚，把这个正能量聚聚在这边，有这么大的作用吗？看看那个电农，就是一念心，他想改变，哦。他想改变哦，我不要杀生，我要如书，就是这么样子，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刚才看到一股烟，看到一股气往上升，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正念，我们现在在这里多少人？这个正念，这个正气就有多少？哦，比那个一个人的那个正念要大的很多很多。所以相信不相信这个正气，这个正能量的那个存在的话，你就能够继续的哦，在这方面的努力。可以在影带里边你看到那个马本来呢
在战场里边屁屁呼呼的跑，跑到了那个电笼的门口，忽然间停了下来。为什么呢？就是电笼在念经念佛的那个声音，哦，那个正能量让他们忽然间停下来了，让这些生物也能够感应到这个正能量。是不是就在故事里边才有这种情形呢？在经舍里边我们也看到，哦，那个小蜥蜴也会在听上人的开示，哦，真的是不可思议。就是有这样子的事实存在，我们呢才更应该相信这个正量善的力量真的是那么样的伟大的，哦，所以不要轻视我们的一个善念。我们在每一天一点半的时候都会唱诵祈祷，就是希望大家把心固定下来，发出一份善念，哦，祈求天下无灾无难，让这份善念呢共居，也能够上达这个天庭，听到让天庭来听到。不过现在的这个一点半，哦，聚集在一起唱诵祈祷，好像呢只有在某些场合某些地方才有，好像在净食堂有看到，在卡蒂诊所有看到，在其他的那个竹荣的那个长经那个长照中心应该也有，对吧？希望以后呢能够成为一个习惯，大家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在一点半的时候呢能够自动的开启你的 YouTube， 大家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地方做同样的一件事，哦，来祈祷共聚三念。相信大家在这里也是因为不同的原因而吃素。我相信我们像师兄姐也吃素了很多年，我们就来玩一个游戏。所以我们来先介绍自己，我们讲，哎，我们吃素多少年，我们为什么吃素。那又让我来先来开始吧。我吃素了14年，我开始吃素其实也是为了爱护地球，为了尽自己一个小小的力量来做这个爱护地球的动作，鼓励大家一起来吃素。我是秋文我入素已经差不多5年多了。那为什么我会就是开始吃素呢？其实我希望就是有我是希望 OK， 我很爱动物。那我希望就是说也为我的就是能尽一份力力量来保护地球。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吃素。我是美燕，我已经茹素12年。为什么我会茹素呢？因为环保爱地球，那给我们的下一代有一个更干净的地球居住。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响应茹素。我是雅莲，我吃素10年。我因为爱护生命，所以我不吃众生肉。感恩大家，希望大家一起来茹素。大家好，我是秀珍，我吃素10年半了。其实跟大家都一样，我也是护身，也有那个要有那个慈悲的心嘛。就像我这件衣服这样 ，I love animal, I don't want to eat them。OK， 感恩，希望大家一起来响应哦。我是徐芝，那我茹素已经35年哦。那动物呢是朋友，不是食物，所以在此欢迎大家一起来茹素哦。我是祥兴，我吃素32年，因为我听到只能4两还半斤，我为因果，所以我就吃素了，欢迎大家一起来吃素哦。
大家好，我是德谦，我吃素12年了。我吃素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健康，现在的医疗费用非常的高，所以呢，治疗胜于预防，所以也呼吁大家呢，一起来如素，加油！好了，现在到了我们的有一个最后的环节，我们有整义师兄、美珍师姐来带领大家一个团队来唱一首歌。来，我们有请我们的团队。摩萨神护众生，万物皆有情。摩朗母上了心，将心来比心。受大地护神灵，地球更美丽。吃素徜徉慈悲心，吃素好，精神好，营养有活力，有健康有体力，为梦想打拼，有智慧有欢喜，人生发光明，收拾翻转新生命。人的一生受控制难，改变习惯并不简单，诚心发愿一定有力量，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念，大地充满爱。众生万物皆有情，莫让父伤了心，将心来比心，受大地护神灵，地球更美丽，吃素长养慈悲心，吃素好，精神好，营养有活力，有健康有体力，为梦想打拼，有智慧有欢喜，人生放光明，如此翻转新生命。改变习惯并不简单，诚心发愿一定有力量，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愿大地充满爱和希望。请问大家，您记得这首歌的歌名吗？素食翻转新生命。来，我们中二给大家一个爱的鼓励，一次不够，最后一次。所以这首歌其实是我们在花莲的著名的歌手黎明师兄带着我们自己的同仁，所以呢，其实他是因为听到上人呼吁要素食，才写出那么好的歌曲。就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晚的节目大家要记得在下个月同样时间，第四个星期六，6月25号也会有同样这个节目。OK。大家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对不对？我们要不要再来唱歌一次？好。摩萨神护众生，万物皆有情。摩朗母上了心，将心来比心。受大地护神灵，地球更美丽。吃素长养慈悲心，吃素好，精神好，营养有活力，有健康有体力，为梦想打拼，有智慧有欢喜，人生发光明，祝福翻转新生命。
人的一生守候最难，改变习惯并不简单，相信发愿一定有力量，还一切恶修一切善，愿大地充满爱和希望。摩萨神护众生，万物皆有情。莫让无上的心将心来比心，受大地无神力，地球更美丽，知书张扬慈悲心。知书好，精神好，营养有活力，有健康有福地，为梦想打拼，有智慧有欢喜，人生放光明，殊死反转新生命。人的一生守候最难，改变习惯并不简单，诚心发愿一定有力量，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愿大地充满爱和希望。大家收看今晚的节目《诸佛星期六》。Red Saturday， 我们也请幕后的工作人员一起来说拜拜，来来来，大家一起来，拜拜，我们天气很好，再见，下次见，下个月见，拜拜喽。结善缘，大地充满爱和希望。摩萨生众生万物皆有情，莫让无伤了心，将心来比心，守大地护森林，地球更美丽，吃素张扬慈悲心。吃素好，精神好，营养有活力，有健康有体力，为梦想打拼，有智慧有欢喜，人生放光明，殊死反转新生命。人的一生守口最难，改变习惯并不简单，诚心发愿善，愿大地充满爱和希望。人的一生守口最难，改变习惯并不简单，诚心发愿善，愿大地充满爱和希望。